根据中美双方合作协议，美香一家如期回国。我们欢迎美香一家。大熊猫是深受世界人民喜爱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，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有谊使者。中美自1996年开展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，中方与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合作始于2000年，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。 在大熊猫保护繁育、疾病防控与诊治、公众教育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，并为增进中美人民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美香一家回国后，在美国还有4只大熊猫，目前在亚特兰大动物园。相信他们作为友谊使者，将继续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架起友谊的桥梁。 中方愿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继续加强合作，为大熊猫等濒危物种保护做出积极贡献。